Hello， 欢迎收看 Music Wonderland， 我是杨素素。我们平日里耳濡目染许多音乐组合，不是男男组合呢，就是女女组合，很少呢会有看见说男女组合的。仔细想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不管呢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要押宝在异性组合上，唱片公司感觉都好像要承担过很大风险。而这对新生组合因为实力雄厚得到了肯定，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们最新单曲《The Universe》以及他们对这些歌曲的一些想法吧。So I think we're on the road for just under a month, I'll say. We got four boys in the band behind us, so it's going to be a full band. It's the biggest shows that we've done yet, I think, as well. So. The Shares 是一男一女的英国乡村民谣组合，由高音雄厚的 Chrissy 以及拥有磁性声线的 Ben 组合而成。在 The Universe 这首歌里，讲述的是在大学里如天气般美好的男女之间微妙关系的浪漫爱情的校园故事。Keeps turning and turning as long as gravity.民谣其实在世界各地都颇受欢迎，那是因为呢，民谣其实或多或少都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情感以及它的习惯趋向。例如说，法国民谣呢是蓬勃，意大利民谣呢就是热情，英国民谣是淳朴，日本的民谣呢是悲愤，西班牙民谣就是狂放不羁，而中国民谣就是缠绵，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质和色彩。另外，你听过 Twenty One Pilots 吗？或许你不曾听过，可他们的声音一响。你就会似曾相识的感觉。All my friends are heathens, take it slow. Wait for them to ask you who you know.Don't make any sudden moves. You don't know the half of the abuse. All my friends are heathens, take it slow. Wait for them to ask you who you know. Please don't make any sudden moves. You don't know the half of the abuse. 21 Pilots.21名飞员乐团，简称 TOP 才成军于2009年，非常年轻的乐团，成员并不是有21个人，而是由主唱 Taylor、 鼓手 Josh 组成，你很难去定义他们的音乐和类型。但众所皆知的是， 21 Pilots 的名气正在横扫全球，到底他们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年轻乐迷们如此疯狂呢？从2011年开始，21名飞猿乐团第一场表演在一个地下室，只有12名观众，一步一脚印地唱上了10万人的大型音乐季，甚至有歌迷把他们的团名刺青在自己的手臂上。为何他们能受到年轻人如此喜爱？除了他们的曲风跨界多变，不受局限，主唱 Taylor 所写的歌词总让歌迷听了感同身受，就像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周遭事物。这一首新曲《异教徒》也是自杀突击队的插曲，非常好听，诚意推荐给各位 Music Wonderland 的听众。All my friends are heathens, take it slow.
很喜欢 TOP 这个组合异想天开的感觉，他们的演唱会呢才是这组合的特点，因为你永远都想不到他们会在舞台上面做一些什么，例如说戴头套来演出、即兴的后空翻等等，只是都是家常便饭。如果你对他们的音乐有兴趣的观众朋友，这周五在 Vegas 就有一场表演。谢谢你收看 Music Wonderland， 我是杨素素，我们下周继续愉快的见面喽，拜拜。Just to stay alive.